请粉丝吃饭的第一天。最近很多粉丝都说我胖，然后我觉得我要胖的话不能一个人胖，要胖得带着粉丝一起胖，所以我决定在外滩随机抓个路人，如果说他能认得出来我是谁的话，那我就请他吃饭。地方呢我已经定好了，外滩18号的6楼，包了一个天台。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姐，哪车？这，有位置。哎，小姐你好，打扰一下，那个你们两个人认识我吗？两个小姐姐好像被我吓着了。不认识啊？啊，打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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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太尴尬了。哎，我有点社恐，我发现了。为什么？我以前没有这种感觉。哎，你好兄弟，打扰一下，那个你们认识我吗？不认识吗？啊，拜拜。他们都不刷抖音吗？我觉得这个区域肯定风水不好，我们换那边。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一个地方，因为我感觉外滩的刚才那条街已经被我尬了一地。这里边的小哥小姐也特别多，三个人我有点不敢上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你好，小姐，我打扰一下。哎，你是那个白冰吗？哎，是冰哥吗？哎，你好，你认识我？认识，你一直看你视频。是吗？啊。那个你是在这逛街？来这吃饭呢，还没吃饭是吧？还没有。刚好我在那个前面那个外滩18号订了个餐厅，要不然一起吃点？可以一起吗？当然。哦。那走吧。等一下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啊，可以啊，那打。还是有人认识我的。走吧。哎。走吧，往这走。哎，你朋友到了吗？到了。哎呀，我去宾哥。这啥情况？不应该是个小姐姐吗？是你哥。我男朋友。啊，你好！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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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，那我们上去吃饭，上去吃饭，上去吃饭。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，这个。哎，这边。哎，好了，先生，今天那个帝王蟹有吗？当然有了，没问题，我带你来看一下吧。我来这边看一下食材，他家海参特别棒。这边是帝王蟹，一些生蚝，还有我们的海鲜。可以，我想吃的都有了，走吧。哎，你们两个坐这吧，来，小姐姐把那个菜单拿了一下，给他们两个。嗯，我也觉得都挺好。那这样，别纠结了，我安排一个那个绝地武士的海鲜汤。啊，没问题。OK。绝地武士，这看着非常壮观，特别新鲜，海的味道。就是俄罗斯帝王蟹。OK。是鱼子酱，一个面包，一个是 brioche， 一个是 blini， 这是一个沙丁鱼罐头。我们烤的这个面包片，大家就是现场去完烤的。我教你们一个吃法啊，他家这个生蚝特别新鲜，盖儿都是已经开了的，这个盖儿一掀，然后挖一勺这个鱼子酱，然后再挤一份这个柠檬，不要挤太多，挤太多会很酸。这个叫疯狂鱼子酱生蚝，特别赞。嗯，爆赞！把这个鱼子酱放到你俩这边。你，哎呀，你不吃吗？你看着他吃。我给他擦手啊。行，我吃东西，不管他们两个。这虾特别赞，我给它干点。虾线都提。吃个东西这么讲究吗？哎，你在家是都不用动手的，就是它，就是你，基本上。调教的很好啊，我真的有点看不下去，那吃个饭至于这样？你给我来一勺什么的？行。那不，我也给你剥个虾。那不用。好。这个虾是真的 Q 弹，口感十足。吃东西就会让人很快乐。是。哇，这样太顶了。哇，正好吃不饱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吃。这不香了，瞬间就。感觉这个龙虾味道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味道不错。我也想吃。你也想吃啊？
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你俩有必要这样吗？这吃了饭，你俩平常都这样。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？饭后的操作简直惨不忍睹。这两个人太腻了，这个男生比女生还会拍照。我坐不住了，等拍完我们就撤了吧。我感觉我站在这里就很难受。怎么拍？你坐这儿，然后我们俩。那我就，你两个能不能不要再这么腻了，行不行？快点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行，不要再腻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这一晚上我已经受够了。OK， 来，三、二、一。我操！高头戏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，你这。